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来我们的苑萍姐哈，雅文老师好。苑萍姐，你这首歌也选得很好 ，blues 哦，那个那个曲势拢出来，尤其是你是会跳舞的人，所以那个曲势足水。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哦，就是讲你是入歌的这个南方凤凰桥的南方，就小小的小音准的问题，但是较大的音准的问题在嘎呼噜最后一句，日语歌曲嘎呼噜。嘎呼噜的这个音准呢，我就觉得有点跑掉了，哦，这个就有小可惜。尤其你现在坐这个位啊，所以我们都要抓更加严。所以今天是这个小的问题啊，都要很小心哦，哈，加油了。谢谢老师。顾大姐，老师好。这首歌整个的感觉是非常棒的，那个在咬字上面呢，啊，在各方面，我是觉得听起来是我觉得很舒服的。谢谢老师。但是还是有一点小瑕疵啊，就像是丢定，旧的。汪姆哈，你那个低音虽然是有到那个位置，只是但是我觉得你这么会唱歌，我觉得再给你建议一点，就是能够让这个听起来的感觉更有那个放下的感觉，更沉的感觉。我觉得就是一样，发声的位置就一定要下去，那个唱出来的感觉会更好。我给你小小的建议。谢谢老师。